数控乔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是一种大型、高效率、高质量的龙门式加工中心，可对一型复杂工件和大型工件一次加工成型，无需变换工装或者调整零件位置。数控乔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专用车行业、风电行业、邮轮邮铁、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我公司致力于研制加工型成尺寸大、稳定性能高、价格成本低、通用性能好、结构布局合理、功能部件配套齐全的数控乔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对提高我国大型非金属数控乔氏五轴联动龙门加工中心的制造技术水平，促进非金属数控乔氏龙门加工中心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为广大的中小制造企业和大型模具造型行业提供了先进技术和装备，对进一步提升我省的制造水平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